我们前面下个坡，下陡坡。身上一出汗，一下坡有点凉了。2407，杨桥信义村啊，信义村，这是这牌子有的时候哈，继续等，这深夜里百万个不确定，好像永远不能了解你。
2409。我们这段到前面下完那坡啊，这大太阳直晒，直对着你。行，这段先到这儿。